观察念头。现在慢慢地坐下来，把腰挺直，想象脊椎呈一直线，收下巴，把眼睛闭起来或睁开一点点，享受这一刻轻松的时刻。我们的念头总是不停止的波动，我们总是会想太多，要让它不想不是那么容易，但是不必因为妄念而烦恼，这是人生的常态。讨厌妄念，其实又是另一个妄念，不如就接纳吧，这样比较轻松自在。他要想东，就让他想东，但是要知道自己在想东。他要想西，就让他想西，但是要知道自己在想西，不去抗拒一波波涌现的念头，它就像海上的波浪，感受它就可以了，让它来，让它走，让它来，让它走，让妄念自由，让心自由，让自己知道一切的变动。请持续观察自己。